被张泰山呢轰了一支两分炮，两次的三振，以及呢三次的四坏球的保送，目前呢是黯然的退场，掉了六分，而且是在落后的情形之下退场，交给了陈嘉宏，面对的守卫打者是郑达宏。今天郑达宏呢打击表现是相当的抢眼，三次打击都上垒，两支安打一个保送。那这场比赛是陈嘉宏呢今年球季的第16场的初赛，这16场呢都是以中继后援的身份上场。嚯，就今天郑达宏呢真的是打开了，敲出了第三支的安打。所以今天牛队呢厉害的是局局都有攻势，虽然都是这个蚕食了，吃一点吃一点，但是呢一路吃下来也已经吃了六分了。